谢谢王家俊。舞蹈怎么样？评委导师来点评。我就注意到你们俩的服装，我觉得这个服装特别好，特别素，就让我感觉到对你来说，舞蹈的天空就是那么的纯净。今天是最后一场了，我想跳我自己最擅长的东西，就是这样，最后还是干干净净回到最素的、最真实的我，把一段天空送给大家。最素、最真实的我，也是最强的自己。杨丽萍老师，真的，刚才看朱哲静的表演，我特别有感慨，因为我陪着你们，包括你，包括所有的舞者，走了几个月这个历程，然后见证了你们对舞蹈的这份爱，特别是朱哲静，刚才你那段舞真的太完美了，我在你刚才那段舞里已经看到了，谢谢，谢谢杨老师。我们来看看胡老师，您觉得朱哲静的舞蹈怎么样？你始终陶醉在自己的天空里，像一朵洁白的白云，特别是我用新的眼睛一直仰视着你，始终惊愕于你的阴柔之美，让我非常惊叹，非常好。谢谢胡老师。谢谢胡老师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朱哲静的得分情况。小春老师9.8分，金星老师9.7分，杨丽萍老师10分，方俊老师9.8分，胡春田老师9.8分，黄豆豆老师9.8分，刘岩老师9.9分，冯双白老师9.8分，阿多老师9.9分，去掉一个最低分9.7分，去�掉一个最高分10分，朱哲静最后的得分9.83分，目前排名第一，祝福你，加油。